印堂玄真艰难下，眼含凶煞气象乱，城堡二端面目黑，绝对正中下身犯。傻逼，这什么面目？你懂中文？只会一句。这不是两句吗？在我们收到野田号邀请三小时后，就在 Grandmaster 上公布了这桩铁案。皮蛋，这一切跟皮蛋都有关系吗？只身野田号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我的事情？这又是一个谜题。如果我们两个联手都破不了的案子，それは人間の仕業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になるね。哎，你俩别进来呗，安全停下了。中国の探偵もな。タイの探偵に日本の探偵も不远不退。各就各位，开始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游戏。终于见面了 ，Kill。